师教日版最近刚结束组合四周年见面会的易烊千玺，也是现身五月天帝都演唱会的现场。因为之前去台湾和五月天有工作上的合作，所以素颜的火羊宝不仅给哥哥们暖心的送上了花篮，还坐在超级 VIP 的位置上，全程认真的听着歌呢。变身小迷弟的我们千玺，时不时的还萌萌的拖着脸颊沉醉其中呢。全场一起互动时，他也是卖力挥舞着荧光棒为哥哥们打 call。果然爱豆们追其青睐也是很疯狂的。芒果捞新闻期待千玺和五月天哥哥们的合作早日公开啊。报道。